大楼兰溪，那你现在位置在这边，哦，然后我们刚刚往下比较浑浊的这一个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南四溪，对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要往那个这个地方叫做大楼兰的那头，这个哈、哦。等于是我们出生，对，就一个，我不是说我们这个聚落就是一个聚落，一个聚落，一个聚落哈、哦。那这个聚落大部分都是餐厅，总共在这一个地方就吃饭的地方。对对对，那就等于是三家餐厅，其实这一边都是亲戚，都是自己的亲戚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往上面去呢，就是要去走古郡步道。那古郡步道呢，等一下走上去呢之前，那我就慢慢给你们讲一下它的历史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就往前。小心倒车啊！走一走是最舒服哈，我们走路尽量靠边走哈，因为这边车子蛮多，因为这个地方呢也是往另外一个林，那其实人比较少，就是往那个蝴蝶公园跟古郡步道的那个路口。那等一下我们下会走。